魔暴君先把暴君打了，但这个黑暗暴君稍微慢了一点点，阿珂直接放弃了。就是已经交出自己的闪现，关羽这二将踩到三个，转一下，小心机被秒。这一波进场没有能够回家，再留一个。 复活的时间早就已经过了，太乙真人也被留下。这一波是Hero9绝佳的一个推高地的机会，因为下路兵线非常好。